他的鸭子大了，就这样，就是这个，就是那个大小了。这个就是他要的东西啊。OK。他喜欢素的，可以。这个就差不多，一寸这种，倒多一点出来。那现在这个是四片刀，四片刀呢，体积就小一点了，就是这样，可以参考一下。它这个很好，它如果说分一分的话，大约是有七层的直径，是这样快，也有三层是比较碎的 ，OK， 就是这样。那这个是大约是一寸乘以一寸左右，鸡的切出来大约是 1 inch， 就是一个 inch 一个 inch。